人生祸福无常，我们谁也不知道能活多久，我们只有珍惜人生，学佛修心，才能不忘在人间走一遭。我们要学会在人间吸取惨痛的失败得来的那些教训，要懂得对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意，因为在你一生中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，除了菩萨，除了我们学佛人。所以对世界上所有帮助过你的人，你要学会感恩和珍惜呀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必须拥有的。当你看透了这一点，就算将来你失去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人和事物，你的心也能过得去。生命非常的短暂，但我们还有很多人每天在浪费宝贵的时光。可能明天你就会发觉生命已经被你抛弃了，享受生命的日子已经没有了。所以要学会珍惜，好好学佛，能够知恩图报，定能让你在人间破迷开悟，一世修成，永断轮回呀。